我真不知该怎么感谢您了，您真是帮大忙了呢。我很欣赏你的本领，有一事相求，这可不是什么坏事哦。你还真是明事理呢，那就期待你的捷报了。
不好意思，有件事情想麻烦您。给您添麻烦了，那就拜托您了。感谢您的帮助，这是给您的谢礼，请您笑纳。
不好意思，可以叨扰片刻吗？我有件事情想要请您帮个忙。非常感谢，那就拜托您了。已经没有人能战胜曹操大人了。